这俩人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岛被我买下来了。竟然没有人理我，连一个崇拜的眼神都没有。这个岛目前就是属于我本人，当然包括岛上的所有机器人也为我服务。所以你，请你离开这里，我要和月月两个人在岛上享受最新的滑翔项目。我已经花钱包了这个岛的一天一夜，貌似现在还不到时间。你要做什么？滑翔伞我可是等了很久，一直想玩呢。那你只能改次了。不过你以为把我撵走，你的月月就会开心的跟你一起玩吗？我看他不会愿意。这个人身上的杀气好强，不管愿不愿意，请你立刻马上离开这里，滑翔伞你玩不了了。我花钱买下了这座岛24小时的使用权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离开的应该是你。现在规则变了，我说了算。这么想跟我走，怎么怕你的滑翔伞飞得没我好吗？谁怕你了，现在我们就去比比。真是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。月月生气了。月月你别走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你这个人就不能等等我们吗？你滑得好吗？高处的景色美。你又在故意欺人，明知道月月恐高还那么快，又想惹月月生气。别说了，好好欣赏风景。房间内无人，农场无人，餐厅无人。妈的，真是他妈的混蛋！不好，有人找上门了。给我继续搜。等等，原来猎物就在眼前呢。船长，我们现在结束滑翔体验，准备好船，先接应后面两个人下落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做接应准备，保证船能容下几个人。再多两个。OK， 我的手下杀来了，我们要马上降落到船上，你们先下去。这岛我买下来了，怎么会有其他人进来？真是大惊小怪的。难道是上次夜店里的那群人？月月，你别害怕，你看我。我的滑翔伞被击中了，快，我要下去。按黄键，快速降落，你下个船接着我们。知道了。妈的，快艇怎么还没到？这群效率极低的蠢驴，人又跑了。坤哥，刚干掉岛上那几个难缠的机器人，所以来晚。来人这么近，赶紧给我追。给老子用上最先进的枪，抓不住就都去死。月月，你别担心，我让管家来救咱们。他们带着枪，我们目前要想办法保护自己。伞衣材料虽然和防弹衣的尼龙有很大差别，但先用它防身应该也好过没有。这儿有专业的。你是从哪儿拿的？顺序在哪里？这个家伙怎么会拥有这么先进的武器？